欢迎来到杭州。朱一龙，你看多少次来杭州，都是拍完戏就走。对，第一次。对啊，第一次游西湖。而且昨天北大的活动也挺好。挺好的。然后那个平遥也挺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导演魏书君，特别开心有这么多人。然后我刚才进来之前听说现场有2000个同学和老师，非常的激动，我也非常的忐忑，希望尽快跟大家交流起来，谢谢大家。我太太今天中午跟我说，哎呀，你们昨天三个人都说得很好，我觉得这确实都说得很好。今天来到北大非常忐忑，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看电影，谢谢。国际电影展开幕片《河边的树》，而且他们后来我看影评，我昨天看了啊，对啊，看的说得很好啊、哦。对，我一看，哇，我说怎么可能，那对啊，很有，而且他只看了一遍，只看了一遍啊，对对对对。那么肉眼可见之外的部分，全都是交给你们，这权力在你们手里面，不在我们手里面。所以、那个、有很多不同的解读。就是在剧组啊，好多剧组都在想这观众看不看得懂，因为他们很担心这一个，所以呢就是剧情就越编越弱，其实那是对我们观众的一种不尊重。对，不相信嘛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的观众可能比我们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更优秀。一个伟大的读者是带着空白之心去看一部作品，或者一个伟大的观众也是一样，带着我的空白之心去看，然后让它装到我的心里来，这样的话呢，我就能够在这部作品中带走很多东西。他们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，而且大量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他们能够看到。所以要把观众，就用巴金的话说，是要把读者放在心上、放在心里，放在心里，放在心里。我们要把观众放在心里，就是要尊重他们。好，三二一。